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毛主席的故乡湖南，马上到龙山服务区了。龙山，马上就前面就是吉首，然后就到怀化，然后就到了安徽。天气比较好，比较暖和。所以我给你带了两件薄的衣服。接近龙山服务区，因为我们那里温度比较高一点。对，这边高一点，我们那里偏冷一点。嗯，这里就是春暖花开了。可以穿卫衣了。哎，今天我好奇怪，我们那个樱桃花怎么没看到开呢？因为闰月嘛。往年正月份都开了。600米处有违章拍照。你要想，你们那里前两天还在下雪。左侧龙脊高速行驶，走左侧两车道。樱桃开花，它跟下雪没关系，它不受影响。沿龙脊高速继续行驶130公里。到怀化了，我们现在走的是花木高速。小布、啊、要不要休息一下？没事没事，你一口气开到怀化。今天还是蛮还是一口气蛮精神的吧。嗯，我一直在跟小布聊天。那你还是蛮会聊天的啊、哦、就是对于聊天这门技术掌握的比较好。然后我今天一点瞌睡都没有跟我聊的，要是不聊天的话那是真会打瞌睡，开了这么久了一直坐着这样不动，把眼睛朝着前方。那你说几个小时肯定会打瞌睡了。结果你这两天也差不多是熬了两天的夜哦。连续熬两天的夜啊，昨天晚上睡了8个小时。嗯，可能很多朋友就是我们出来的时候会发现就视频里面有那个歌声，就是因为有过世的人嘛，所以的话小布就去帮忙了。帮忙的话像这种白事的话就是要熬夜，因为手要熬夜，所以来之前就要差不多熬了两天的夜了。所以今天我也是打起12分钟精神。今天我再想睡觉我都要陪着你。其实说句实话、你还是蛮帅的，只要是开车和做饭的样子更帅，只是脸上多了一些鱼尾纹、眼角纹还有抬头纹，这都是岁月给你留下最美好的回忆。岁月留下最帅的。对。4.9公里后出丹黔高速，往上扬、上海、至六零方向。你先到，我等会儿来。哎，好。
欢迎多试验开。小哥，还行，还不错。小哥，大宝，请多试验开。别吃饭。来，来，来，来。我这点菜，我看什么还在炒，还有菜。